家好，我是饿了么时令官周深。冬至马上就要到了，要说到冬至的话，你一下就会想到哪些美食呢？你会想到饺子、汤圆、羊肉汤，还是馄饨、面条、火锅等等等等呢？如果要问我的话，我第一个就会想到，就是糍粑。我冬至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糍粑。特别好吃。那大家一会儿是不是也要跟一群好朋友一起去过一个冬至呢？那大家冬至一定要天天开心哦，拜拜。冬至的时候吃糍粑非常非常好吃哦。冬至的时候